我是想说，我。汤米，加油！哎，同学。这样算是给你打气了吗？我让你拿我当杠。同学，你来早了，比赛是明天呢。你明天到现场给汤米加油去，就能领蛋糕。其实今天来，就只是想跟你说一声，加油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让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吗？我退团了。我听说了。离开团队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以前我拥有的是这么多。不敢诚实面对自己，真的很难受啊。之前我站在舞台上表演啊，只是想让自己喜欢的人看见。啊？明白了，但是后来都是因为我的任性。其实我不想，其实我每天看到你跟赵佳明表白，我真的好难受啊，所以我才退的团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应该去跟你的团员一起。你刚说什么？你是说我去跟赵佳敏？你想什么？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。既然你已经退团了，也就是你打赌输了，所以你还欠我一件事儿呢。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？我不管，愿赌服输。你想怎么样？等明天到了比赛现场，我再告诉你。各位同学，欢迎来到校园 PK 赛现场。本次比赛是由本校新生歌舞团体 New Girl 挑战冠军团体 Power Girl。胜者将获得代表本校出战今年的全国校园歌舞大赛的机会，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，精彩对决即将上演。哇！这裙子好短啊！我觉得这套真的最好看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来拍照，拍照。这是我们 New Girl 成立以来第一次亲人合照，快快下来。六个。Thank you.
冯阿姨他们来了。等级比较高，但我们的属性未必赢不了他们。从来没怕过。就这样在你的眼前，把留恩的不变
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冠军团体，任何对手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，但我们也同样期待着挑战者的精彩表现。愿赌服输，我打赌的条件就是做你该做的。梁老师，你刚刚觉得我跳得怎么样啊？跳得好又怎么样？一切等成绩公布再说。在没有得到100%的胜利之前，你都没有理由放松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来个100%的胜利？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好，走一个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请出牛 girl。汤米怎么没上去？是啊，我也看了。汤米呢？赵太太，等赵佳敏表演完，我立马让他退团。牛哥，加油！哎。怎么在那儿呢？牛哥加油！牛哥加油！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呀。牛哥加油！牛狗加油！牛狗加油！加油加油啊！牛狗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牛狗加油！正是爱做梦的年纪，恐怕也只有这个年纪才能够为了梦想而追求。你跟我曾经也年轻过，应该有所体会吧。坦白说，我今天看到你女儿有勇气站在这舞台上表演，我还真心没想到。怎么停电了？